Olá!这个 camera 多少钱？40块钱，最多40块。40块钱？最多是。我操！还不给这个照片？40块钱，然后能？那个7块钱。啊，7块钱。下面那个7块钱。啊，你怎么那么的？这东西就不值钱啊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这多好啊！我觉得这。我靠！这唯一就挂不上你这种墙，因为你这种墙有那个有挡风的那种，你挂不上。等等哈，回动上了。好，还可以。这个不好看，这个还没照清楚。这个真是不错 ，OK Ultra HD Aiken 是吧？哇，哎，你车里是装的行车记录仪了吗？我刚买了一个，在路上、啊、还没到。什么样的？哦，买了还没呢。买了个42块的。哦，哇，在哪 ？Amazon， 在 eBay。Amazon。对。42块，等着到时候把 model 给我发过来看。我不一定好，我就买一个先试一下，不行就退嘛。哦，不行先退。对，因为我也没用怎么用过吧，我觉得看着样子好像还挺，样子比较精致，嗯、但是、嗯、不知道等那个。因为我主要是想以后我老婆得开车得装一个，否则她就每天都现在太重要了，有些人他妈的撞了车跑了、嗯、或者有什么问题你说不清楚，对吧，有这个还是蛮好的，对，是最好呢，一面开车一面充电，你它然后得循环路，对吧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但那样的话你就得装一根线，对，从那个上窗这样绕过去绕下来、哦、是吗，啊，反正那个就充电线，不是充电线你不能从下面绕下去，很这个很长的一个不舒服，要从无所谓，这样的话，当然的，那就不要影响视线。哎呀，那么一根线影响啥？影响视线，你决定影响视线，是吧？来，出发，我发。
Forty.